很无助的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事情你有钱就能办得到的，真的是。所以你来这里寻找舞台。对，其实我是蛮想的，那我肯定是很想以就是音乐人的身份让大家去感受到。OK，因为你是孤勇者，你必须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。孤勇者技能触发，天子加油！满分400实力值，孤勇者在演唱前到设定目标区设定自己的实力值目标，达成目标增加目标的10%，反之扣除10%。只要定的低，其实就是稳的，但是感觉在这里定低了又不太好意思。对，所以就拿个中间，我觉得。没关系，我很好意思，我就拿最定最低的。孤勇者好像就更变成了一个，你需要就是比较聪明的，给自己有一点预判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就感觉有点像考验你对自己的认知清不清晰什么事情，或者说你能不能 get 到老师们怎么打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。你孤高吗？你就拿不到这个游戏的那个分数。你孤低吗？看不起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娜姐，你猜他会给自己设定多少分？你这问题，他要不就不设定，要设定他就一定满分。400啊，心里400是不可能的，我觉得。他就敢这样。设定完毕。加油！加油！快一点！加油！天子，请孤勇者。李天泽开始表演。让执念毁掉了。